越唱越好戏，越睇越欢喜。各位海内外嘅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系珊珊。今期节目我哋继续请嚟著名嘅星腔唱家叶又琪琪姐上嚟节目作客，分享佢新近嘅一个粤曲演唱会《真声唱评后真情润星腔粤曲演唱会》嘅。琪姐你好，珊珊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系叶又琪。熟悉琪姐的朋友都知道，琪姐真是一个很勇于挑战自我的演员，不单止在粤曲的舞台声腔的研究方面非常之专注，在粤剧的表演方面也都勇于尝试，甚至乎是不惜去跨地域跨领域这样去学习。很多年前拍了很多的粤剧粤曲卡拉 OK， 因为要拍卡拉 OK， 我就很希望每一個節目都能夠做好啲啦，咁我所以我就除咗請教嗰啲粵劇老師之外，咁我亦都請教京劇老師，咁甚至有啲咧就請教上海粵劇老師，咁希望自己能夠不斷咁樣進步咯。琪姐透過好多嘅實踐機會，為我哋打造咗好多精品嘅節目啊，包括咧我哋喺呢個專場當中都能夠睇到嘅一首《斷橋》啊，好多發燒友啦，或者係粵曲愛好者啊，或者一啲好多專業的演員，他哋都經常會在舞台上去表演這首曲嘅。咁當年咧，我亦都係將呢首曲拍咗卡拉 OK。咁但係咧，卡拉 OK 因為要做粵劇啦，咁其實有好多表演嘅動作，咁都係需要老師嘅指點嘅。咁所以咧，當年咧，我亦都去揾到京劇嘅名師葉紅珠老師去指導我呢個戲。所以咧，喺卡拉 OK 當中係非常之襟睇嘅。我哋好多嘅發燒友屋企都有，起碼至少幾隻琪姐嘅一啲卡拉 OK 作品啦嚇，可以講係喺海內外流傳度都非常之高。係啊，好似去年啦嚇，即係舊年啦，咁我曾經係去呢個泰國同埋馬來西亞，咁啊搞咗我自己嘅個人專場啦，亦都係。隨電視台去拍攝一個華僑華人絲路共識的一個咁樣嘅專題節目，咁我係擔任呢個主持人嘅。咁啊喺呢個過程中，其實主要嘅工作咧就係做主持人嘅工作啦。咁除咗主持人，我又唱粵曲啦。咁但係咧去到嗰度咧，當地嘅華人咧真係好歡迎我哋嘅。咁亦都可能就係因為卡拉 OK 嘅作用。咁我未去到就其實有好多朋友已經係覺得係同我好熟啊，大家係好親切啊咁樣，咁甚至喺馬來西亞嘅一啲好重要嘅一啲景點咧，全部拉曬一啲橫額。歡迎星腔傳人葉又琪，所以去到令到我是非常之感動的。因為大家咧平時在屋企唱卡拉 OK 開局的時候，對住的都是你。係啊，大家嘅可以講係大家的導師，粵曲導師，跟住你學。係啦，佢哋即係利用屋企嘅即係卡拉 OK， 咁自己去學咯，或者之前是學了卡拉 OK 先，再去夾音樂，咁可能就會即係順利啲咯。我相信好多電視機前嘅觀眾朋友咧，都有咁樣樣嘅切身體會啊嚇。亦都好多謝琪姐為我哋咧創造咗咁多嘅學曲嘅機會，同埋咧啲介質媒體啊嚇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都係要翻去我哋演出嘅舞台啦，因為咧琪姐喺中山紀念堂嘅呢個演唱會啊，非常之精彩嘅。接住落嚟有講到嘅就係琪姐嘅呢一首《斷橋》啦，馬上送上佢同曹秀嘅精彩演绎，量是万幸啊！一段骤雨，数月同襟爱，夫妻同患难。生死永相连，束缚世间气，儿女声烦人，佛口假慈悲。邪心缘之线，来须送遥还，永守
无良空，偶然虽远，又可作新你意。太上忘情，非我愿，但求人愿永相远。愿朝朝暮暮伴蛇眠，好待兵机永在狼怀
苦心事，若缺丝还，任他有好多嘅发烧友咧，系透过粤曲卡拉 OK 影碟熟悉叶又琪，听叶又琪嘅作品。咁包括我自己咧，屋企都有放住几只琪姐嘅卡拉 OK 专辑啊吓。有好多嘅发烧友真系以琪姐作为粤曲嘅导师啦，跟你学唱曲嘅。咁包括有好多嘅名家都同你合作演绎过。咁好似我哋今次嘅呢个粤曲演唱会当中嘅其中一位嘉宾蒋文端，都同你拍过唔少嘅靓曲噶。咁多演员里边，我其实同阿端姐合作嘅系算系比较多曲目嘅，啊，即系我自己作品里边系比较多系同阿端姐合作。咁但系咧就系由于即系各方面嘅原因啦，好多时我搞嘅演唱会都邀请阿端姐，但系好多时佢又好忙吓，咁都冇机会再合作。咁今次喺中山纪念堂啦，咁就我就觉得就系一个好好开心嘅一个合作啦，即係可以咁多年以後再重新喺舞台上再次合作，咁所以呢一首《花月夫人》咧就係我同佢嘅十幾年後嘅喺舞台上嘅第一次嘅合作咯。相當有意義嘅一個節目啊！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馬上嚟欣賞一下由琪姐啦同埋蔣文端合作演繹嘅呢一首《花月夫人之劫後妙容》。主上。主上，原来真系你 你阿弥陀佛。
白鹤配玉颜柳，只怕一枝秃笔难写千丝万缕。宫中长得花蕊相伴，此生于缘足矣咯。捧丹青难半滋味，用心头功不叻过儿，
葉又琪的真聲唱平喉真情潤聲腔的粵曲演唱會，不單止是琪姐從藝30年來的一個總結，對她師父黃少梅老師的一個感恩，還有一層意義，就是藝術的傳承了。今次在中山紀念堂演出呢，其實呢我都邀請了兩間學校的小朋友來到同我一起參加演出的。 我就想的，當時我覺得中山紀念堂是大雅之堂啦，咁而家咧亦都有好多小朋友去學粵劇啊、粵曲。咁但係咧，有時咧，我亦都聽一啲家長同埋學校嘅老師講咧，有啲小朋友咧，佢學下咧，佢就放棄啦，就唔學啦。咁我覺得我哋粵劇粵曲係優秀傳統文化，希望多啲人去關注同埋去參與，即係唔一定啲小朋友第日去要做演員，但係佢哋起碼識得欣賞。咁我覺得係。都是對於推動弘揚粵劇粵曲是一件好事啊！所以我今次在中山紀念堂咧，我就係特登係邀請咗兩間小學的小朋友嚟到參與演出嘅。咁希望通過演出咧，能夠增強佢哋嘅自信心。咁希望佢哋第日咧繼續為弘揚粵劇粵曲出力咁啊！咁啊，呢兩間學校嘅小朋友可以講係包頭包尾嚇，第一首同埋最尾一首，最尾呢一首係《巾帼英雄》啊，好有氣勢嘅代表作。係一個折子戲，幾十個小朋友一齊去表演嘅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馬上將呢個鏡頭咧拉翻去到舞台現場嘅，欣賞呢一首咧由葉又琪同埋成班小朋友合作演繹嘅折子戲《巾帼英雄》。隆隆金鼓连地，有声军刀枪声杀，滚动红人领，吹天令阵阵的鸣雨变响，跃马挥歌应报敌，齐力拼只杀得地暗天分归神，元劲激起心中之万丈豪迈性，不交敌后劲，恐和还在兴，谁要斩尽妖恶妖劲，就待一。天变光月影击破敌军大获全胜，响枪之声全军鼓劲，军民欢呼把皇城整。为家壮士丹心，曾许过当
此决不自挽留，分不能轻心，无求必得。面嘅一个艺术家，而家喺工作方面咧，仲开咗一个全新嘅领域啊！就系同我哋同行咧，做一名主持人吓，经常见到你嘅朋友圈咧，世界各地周围走去采访一啲高端嘅人士。我相信呢一个工作嘅经历，令你喺
視野方面啊，甚至乎係思考方面係更加之開闊嘅喎。咁我覺得咧，通過同佢哋嘅交流，亦都係俾自己嘅視野咧更加之闊啦。咁調翻轉頭去睇翻我哋嘅粵劇粵曲，咁我覺得咧我自己嘅思考亦都更加之活躍，或者係我哋推廣呢個粵劇粵曲嘅呢一種方式咧，亦都係會更加之豐富啦啊！咁同埋咧有一個便利咧，就係咧通過喺採訪嘅時候。咁認識咗好多政商界嘅朋友，咁我亦都會同佢哋推廣我哋嘅粵劇粵曲，希望佢哋多啲支持。咁我就好似舊年我去咗泰國啦，咁原來有一位粉絲咧，就係前泰國代總理同埋前內務部嘅部長，咁亦都即係喺泰國嚟講係好高嘅，好有身份地位啦，身份地位。咁原來佢係我嘅粉絲，咁我咧就係好開心。咁因為我哋係借助電視台嘅。契機同埋呢一個去拍攝嘅呢個優勢啦，咁我亦都係搞咗我自己嘅喺泰國同埋馬來西亞嘅個人專場。咁去到泰國的時候，我好感動嘅就係呢位前代總理阿陳景鎮先生咧，佢咧為咗隆重咁樣介紹我咧，佢話我要先喺前邊咧先唱幾句《風流夢》，然後我再請阿葉小姐出嚟。咁我哋好感動嘅。咁啊，同埋我去到佢嘅官邸啦，去幫佢做專訪嘅時候，專訪完佢話：，琪琪，你唔好走住，我要同你唱一首《夜半歌聲》。哇！佢真係你 fans 嚟嘅。係啊，跟住即刻喺個佢自己嘅電腦裏面就播《夜半歌聲》嘅歌，咁就一齊嚟唱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，即係令到我好感動嘅。咁其實咧，可以係開拓唔同嘅領域咧，對於推動我哋粵劇粵曲咧，係更加之有利嘅。咁今期節目咧，好多謝琪姐同我哋分享咗好多自己近期嘅一啲經歷啦、所思所想啦嚇。咁啊，亦都期待琪姐跟住落嚟有更多嘅好嘅專場啦、好嘅作品啦，同埋帶更多好嘅資訊翻嚟同我哋大家分享嘅。好嘅。好，多謝琪姐嚇，有機會再傾過啦。我哋今期節目到呢度，下期再見。拜拜。温本期节目可以登录腾讯视频，搜索越唱越好戏。